啊，他走了，他走了，我烤肉的地方就不可以就这样子被他给摧毁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烤肉的地方在这里呢，完全不干他的事啊。按 F 就可以直接打开物品栏了。我还不知道煤炭可以干嘛，所以我都把它丢掉。可以过了烤吃肉生活了。不过，为什么他现在还是会给我觉得很冷呢？管他，先去喝个水再说。说真的，很冷的时候，你就真的需要多准备一些肉。Oh my god，好爽！好爽快，好多的嘟嘟鸭可以让我杀啊！屁！按那么快就我在打，我屁在那150等。我一直想要驯服一只水龙兽，因为它很可爱，而且又会做动作。我刚才把一只嘟嘟鸭给杀死了，然后结果在它杀死的那一瞬间，它大了一个便。然后我刚才好像看到有蛋，嘟嘟鸭的蛋。可以把它吃掉，在那里，在那里，很多的蛋，好像有2颗。渡渡鸟的蛋，然后这个是也是渡渡鸟的蛋。我发现渡渡鸟其实很和善的，我偷它的蛋，它也不会怎样。而且营养丰富。哦，又插纤维，为什么每次纤维都那么少呢？赶快去采一采。OK， 今天的实况就到这里啦。中途那发生超多有趣的事情，可惜都没有录，所以呢，我先。好的，我刚刚从那个地方，就是从这个地方。然后游到这里来，然后接下来就拜拜啦，拜拜，希望大家满意。观看次数，假如有到我觉得 OK 的次数的话，那我就会继续拍 ARK 啦。嗯，因为毕竟我的影片都几乎没什么人在看，嘿嘿嘿。所以呢，就这样了，拜拜，再慎重警告。